有着甜美的外形，凭借超强的演奏实力而闻名。年仅12岁时，就成功举办了个人演奏会。今年将事业重心放在中国的他，日前受邀登上饶舌节目《中国说唱巅峰对决》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节目组邀请了多位艺人以助力嘉宾的身份登场，包括詹雯婷、信等人。不少网友认为，除了欧阳娜娜之外的嘉宾，不论是唱功及饶舌实力，都有着亮眼的成绩。欧阳娜娜在过去鲜少登上此类的节目，因此遭到不少网友质疑她的实力，纷纷酸她唱歌撑不起场面。对此，她队友欧阳靖也站出来为她说话，表示自己能够与她合作深感荣幸，更直接呛酸民没有技能傍身，让尚未开播的节目充满火药味。Bye.